不会微了吧？我操，微了！赚了个鸡毛多，赚多。石头，说实话，适当摆烂对你有好处。算了吧，兄弟，我他妈的也不是那种人呐，我他妈一天不播，一天不播，1个小时晚到，我就心里老愧疚了。因为直播间的兄弟们，我害怕直播间的兄弟们说阴阳怪气我，大主播了，晚到了，就那些话很鸡巴烦了。公务员了，不按时上班了。现在2点下班，我都有点害怕，阴阳怪气。现在的弹幕真的是这届的兄弟们太难带了，对不对，兄弟？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我知道他是调侃的，但我心情很不好。你们说这样的话，我心情很不舒服。6-6，6-6，这分必拿下，好吧？我适当摆烂也不行啊，我没那个资本，知道吧？没那个资本，我他妈的来这里签合同，一个他妈要人气，一个他妈要流水，一个他妈要弹幕，这三个东西让我他妈的全年无休。你现在质量局能杀过，能够杀几个？十几二十个吧，最少十个，好吧，最少十个，最高也是20多一点点。人人哥，最高也是20多一点点。现在不是当年了，人人哥，当年我操，动不动20家，就是10把有9把是20家，现在不是了，现在有时候要看。有时候看了，现在杀10个、15个以上的都是算爆了，你知道吧？算爆了，现在杀15个以上算爆。现在那个竞技状态跟不上了，人人哥，但10个我肯定能杀得到。那下把来玩一下，可以啊，怎么个玩法，人哥？但是这几天游戏有点卡，仁哥，这几天游戏有点卡，还没有更新，他们也会卡的，全部人卡。之前玩的排位还有印象没？我记着了，一个人投一个火箭。那我们打排位去吧，仁哥。五杀一个火箭有印象吧？有，但是这个五杀太难了。打这种局子五杀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这个五杀一个火箭的确是有点难了，的确是一个。我好，好，行。干，肯定干，肯定干。18个，以前对于我说18个简称，你知道是吗？简称如喝水。但是现在的18个，我感觉好难。3个图没准都没18个，你他妹的，你在看什么直播啊，兄弟？
啊，你不是说十几二十吗？啊，那是以前人格，现在杀10个的确是都有点难。我不开竞猜，不开竞猜，一开竞猜的话，有些人压你的话，我当时我杀了17个的时候，对面还有1滴血的时候，我没打死的话，那节奏一定很大的，我就不玩这种竞猜，你知道吧？仁哥，仁哥，直播间每个人我都敢套路，但是除了你，我不敢套路，明白了吗？仁小哥，雷来了，我真的套路不了，我不会套路，我说实话，真的。妈的，兄弟们，我说句实话，我在这个平台，在这个板块里面，我属于很真诚的一个人吧，对不对？从15个还行，15个可以挑战一下，仁哥。我不会套路的，我他妈能套路的话，我直播间早都180级、200级了。小心闪光！好的，仁哥。好，仁哥，收到。下把我会尽力而为的。25送气球啊，那个气球的确是好看，那个气球。真的，那个气球上次对吧？5号的时候我就见过了，是我没有见过的礼物。我以为只有2000块钱一个，没想到一看我他妈5000块钱一个，那气球好看。杀队友肯定不算啊，看杀敌数的呀，杀队友怎么算嘛？练枪没必要练啊，不用练枪。这输了。仁哥，假如说我这种局子杀不到的话，我这种局子杀不到的话，我可以选择去打排位嘛？嗯。我都说尽力而为，假如说你真的是尽力了，对吧？相当于一个清华去高考。我尽力，好吧。我尽力，其实这个选人跟选队也要那个靠运气的，你要看对面是怎么阵容，
还加上自己的枪感、手感怎么样，你才能杀到多少个的？真的，但十五个对于我说没有问题，真的，十五个对于我说没有问题。对，挑战一下，挑战一下。假如说人哥看的就是说没有达到你的意思，但是你礼物想送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二话不说，我直接去打排位，也可以送得出来的。行，你看了几天了？你不管弹幕说什么，你自行评，你自身评价一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在你心目中？仁哥是什么样的技术，在你心目中这几天？弹幕别带节奏，你让人人哥评论。的确没原来那么牛逼了，对对对，人哥你这个点评我很喜欢，我也承认，我也承认，对，我也承认。为什么现在的弹幕那么多阴阳怪气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的确是在顶峰中，你知道吧？而且现在已经掉下来了。别人就一直喜欢我在顶峰中那个样子，现在阴阳怪气或者一些骂人的话。对吧？他不理解，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毕竟我以前太顶峰了，太高了，太顶峰了。这个很正常，对，很正常，很正常的，我能理解的。所以说，弹幕说这些东西，我不会生气，我只会怪我自己，我只会怪我自己，老得太快了，手感，那个状态，对吧？没了。不用去练枪，不用去练枪，你去练枪太刻意了，我操！你太去练，你现在说好了就去练枪，然后直播间的兄弟们说，哦，你这个逼，你个傻屌，你个傻头，我操！没有礼物你就不练枪，有礼物你就开始练枪，你这不是坑人吗？对不对？那这样子不行的呀，对不对？这样子肯定不行的。OK，仁哥。我不会 buff 的，我只要不卡就行。这打的，没了，这位置没了，哎，这个雷没扔好。三图打满杀25个，收40万礼物是啥意思？人人哥，你说的是啥意思？就打一局有杀敌15个，还是每张图杀15个啊？我不懂，我有点迷。哎呦，一枪脚！三张图加起来啊，懂了。收到，我懂了，我明白了，就一张图15加15加一个火箭，16个的话，杀16个的话就2个火箭，17个的话就3个火箭，我知道，到20个的话就超火，25个的话就那个气球，
哇操，这个背身还被别人打80啊！下吧，我要一张图能杀30个就杀25个，杀25个，我只要杀到25个就可以了。25个对于我现在来说有点难，但是问题不是很大。背身被别人打背身，我操！累加的，累加的。累加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吗，兄弟们？哦，25个就是一个气球，一个超火，一个火，五个火箭。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啊，跟中路对枪那不合适了呀。安可。我操，这两个人怎么能卡这种位置啊？我操，二打一主动拉呗！我操，只要把枪补好就可以了。不到15咋办？仁哥你说吧。主播没什么才艺，只会。我连不了麦，我用 OBS 直播的，我连不了麦，仁哥。我 OBS 直播的，我连不了麦。我不会那些东西，你知道吧？唱歌跳舞，我样样不精通，我样样不精通，你知道吧？哎，别打侧身了！又被打侧身，心态炸了，这个队。三张图，假如说打到图三张图，我连115加，我不可能上不去的呀，兄弟，你们这话说的，我不可能上不去的嘛。没了没了，走远走远走远，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一张图15加，兄弟们，跟上天再见，
再借一把状态，好吧，跟上天借一把状态，杀个25个，我觉得我可以。单除就结算，然后质量局上打麦完上一起麦，给，好的，仁哥。万小强一个。啊，敏哥，你们赢了，输了，打完了。敏哥，张忠敏，啊，截图，好了。范小强52。这把要认真，我操，很激动。看下选对人呀、啊。吧，看下选人。不需我这如果要真正打的话，不需要要我 OK 了。很牛逼的车，你知道吧？要一般的车就可以了，一般的车。算你了，小强，52卖了。睡觉呢。来，一队般长的上车就麦。可以。49卖，李鑫，16卖，蒋涵，齐麦，小浩，45卖，米大米，22卖，小齐，夏怡，欧欧，10卖，浩南，浩南当队长吗？嗯，当。哎呦我去，40卖。ENPI 夏怡46，26卖 QS，31卖常旭，52卖小强夏怡潇潇，来，队长上下麦，好打这把，这把好好打。潇潇上下麦，潇潇，我来，操！队我长他准妈备，赢了！3、2、1，抢麦。2麦先选，好好选人，看好什么选人。我选。还行是吗？啊，我选11。10麦选，我选24，我选狗哥。7麦选，7麦选，25。5麦选。我选五，我选五。小伟伟，9麦选，14啊，我选34，1麦选，8麦还有没？有，要8麦，8麦选，哎，我选了吗？选到宠你儿，我看一下，宠儿啊！我操，需要想一吗？眨眼儿，全都是硬人。我选小兵，小兵搁哪儿呢？不知道，他们说选小兵，没在麦上，从被窝里选的呀。星图发一个给我呗，儿子。俺发你爹，就是星图啊。那选14啊。你以为没了是吧？3麦选。我也电脑卡。还有啊，我要29。你们自己也不看啊？29。我还没选拉玛队，你把我4麦忘了我都选完了啊！那你先选吧，你先选吧，调调。我还没选，你把我都忘记了。你选吧，你选，你选，你选吧，忘了，不好意思啊。贾还要怎么？我13有吗？啊，14有，是有，有，全是有。我要14吧。好难难受，难受。哈哈哈哈哈！拿裂了，好我选选36，选36。OK，难受，难受，真的是难受。你跟你选完了是吧？该我选吗？对呀、啊，李欣选的安可吗？选29了是吧？钻粉可以抽皮肤，嗯，七一格。OK，来，队长准备，3、2、1，抢麦。六欧十选，我操！我选绝技，我选二十。九麦选，九麦选，三轮吧，三轮。好，
看看，不急不急。二楼有谁啊？二楼有八哥，有长，有 baby。有马队，我们选红旗怎么样？行，选他突五十，选红旗突破行。行，齐麦选十七秀，咱们选谁啊？安卡？三十三。嗯，五麦选，选个人进去。太多了，雪太多了。多人，你让我选个人啊？三十三啊，雪选了吗？三十三被选了吧？刚选完。选完了，那我们选个四。行。一麦选，咱们要啥呀？大白，来个新图来，我好好扒拉一眼。不需要太强的队，这一把不需要太强的队，我要杀人的。感谢鹏哥的两个游乐园，谢鹏哥。大白呀，咱要个谁呀？要机枪吗？先选机枪吧，四三可以选。四十三吗？对。好，那就四十三。三轮。三麦选。F。48。好。OK。他那直接选了两个。二麦选。我。好啊，你有要选了吗？你们选个突破啊，十七秀吧。选谁啊？十七秀，行吧。行。六麦选。伟哥选谁？伟哥。你选那个二十一老六。二十一啊，八麦选，发个兵，发了，二十一被选了，刚选，选那个三麦，四麦选，不需要太强的队，我这把我要杀人，九麦，两个老六没有突破，我来当突破，我操，这把也有点难受。我说实话，这把有点难受。三、二、一，抢麦。这把有点难受。六麦先选。操！十麦跟九麦差别这么大呢？哎，你都好两把了，你还要干啥呀？选桑尼，选桑尼。三七，桑尼。啊，十麦选。咱们选三十八吧。好。他。啊，好啊，你选，可以。选三十八，倒数老二，二麦选，选谁？伟哥、豆哥，你选连坐嘛？你看你想选谁？我连，武器七七，选四十二麦吧。四麦选，有没有推荐啊，队友们？武器七七，他还没有改名，我操！队友们推荐，我给你推荐。三十八没有了哈，那我选四十。保八麦选，咱们选二啊，咱们选二，一麦选，蒋涵选，到我选了吗？到你了，不选过去了，我选四十四，好，曹旭选。我们刚才选的，刚才选的面壁。我们选，刚选。六麦了，闹了。五麦选。五十一，选五十一。Nice， 我们选十二麦。选二十，选十二，傻子。对。九麦选。虎气嘻嘻。选七十 PG。35麦 ，OK， 35，来，队长准备，三二一，抢麦！谢谢鹏哥，感谢鹏哥。我操！我操！你真狠呐、啊！咱们选谁？看看啊！不选默然吗？马队要选一个吗？白沙 F 他妈绿茶都没人选啊！我选，我不选，你们选。不选我就选十八了 ，OK。那我们选那啥？哎，五麦选。浩南的麦打起来挺硬啊。发个新图吧，儿子。干嘛？干嘛绿茶没有？又没有绿茶了。他选了绿茶是吧？
对对对。行，那我选，我选四十七。九麦选。我们选十三麦。十三麦选。关。然后。我选那个十七麦。牙膏，没事。会选会选。八麦，米哥选。我们要五杀。完了，这把应该杀不到十五个了。我来突破的，人人哥。这把杀不到十五个了。我跟你讲，十九，默然。三个白杀队长，没人选默然。如果我是队长，我必选默然。为什么呢？不可能让白杀的人轮空。他们真的是为了赢，真的是人他妈的不选，我真他妈的，还他妈的在公司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谁卖选？对不对，兄弟们？我要三十九。六麦选，好，二十二，牛逼！来，准备抽签，三、二、一，抢麦！我们打谁啊？我他妈四八代几啊？打十，八打十，四打三，翻天！对面谁啊？怎么有六个人啊？对面 B 哥、长旭、念旧、闹闹、默然。啊，做了个最强组。没事没事，咱有小伟伟。有你有你，我的。西西干，怎么把名字改回来了？不是，我服了，多好的武技，结果一上麦我一看图，我操，全跑了，武技原地解散呗。好歹留一个呗，一个也没留，全跑了，都转会了，我的乖！来，打个够！操，你拉念旧下来，我上个厕所。好，念旧一个半途，我上个厕所。哎，蔡全，罗浩，来来来，好了吗？好了吗？宽，谢谢谢谢。三二一，发来。嘻嘻，还有意思，嘻嘻。出场，出场，翻。我看一下我们是哪几个，我们扮黑色。啊，又扮黑色。扮黑色，咱们这个组。那我们选个啥？有没有选的图？大大大，越大越好，大的大的。越大抑郁大。抑郁刚打过，不想打的。抑郁卫星。卫星吧，来个卫星。好好好，卫星行。行。卫星还行，卫星。选一个，我看看啊，问看啊。行行行，打微信还行，打微信，真的行。啊，那我们要改啥名字啊？改 E 吗？不改吧。不改吗？算了吧，对面闹闹都离开白沙了已经。哦。那他们也对面五个啊，咱们也改个 AE 了吧，行吧，行不走 A 的呗，先选武 G 的呗，五 G 吗？不 AE 吗？老爸跟你说，五 G 刚才不是赢了，不得连胜吗？之前跟你们一起打的质量，不行不行，我知道我知道，打完拿个亚军，再没有赢过了啊，还是用 AE 吧 ，AE 吧 AE 吧，AE 都没进过决赛啊，关键是。有啊 ，A 有进决赛啊，你们忘了吗？进锤子啊！啊，没进啊！没进啊 ！A 不是被你们淘汰的吗？哦，对，来 A 我们选宫殿。宫殿吗？哎，那我们办个沙丘吧。丘行，我们选一个，还是啥？你们办一个，我们选。你们选吗？对啊。我们选，
那我们办一个，还叫啥？办音域吧，办音域办。你们办的啥？办的音域还是啥？什么？我们办的沙丘。我们办音域。还有啥？鹰眼潜艇。鹰眼新潜艇港口。鹰眼潜艇港口。看一下。改一啊！我他，我们之前就是在 A 待过的。鸟眼吧。可。鸟眼。我们之前就在 A 待过了，兄弟们。来，鸟眼。兄弟们，刚刚看到弹幕有人说没有鞋子穿了，这让我非常心痛。给大家来波福利吧！运动潮牌鞋服微信支持货到付款，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服装类产品一个月内有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换新。表妹每个星期给大家送福利，兄弟们，没加表妹的微信86070，把表妹的微信加爆他，兄弟们86070头上的微信加爆他。哎，高子哥，马上，哎，我在想。看一下这个 YY 的名字啊、哦、OK OK A 刘旭东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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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以为改成你们同款、啊。对对对，666666。在想那个人是谁？我操！来给我表现单道来了。来五方五方，他一直受不了。操他！这高子哥他妈挺搞啊！A 当时的人多了，对面啥意思啊？得了，我们当时也是在 A 的，只是三个荣誉会员吗？人太多了而已。那是漠然，漠然。这人多了就创了个5G而已，兄弟们。刚创建就直接进决赛，当时我们。对面肯定半幻神了，我感觉半幻神对面。咱们的，要不咱们不是。不，我说实话，他们如果搬换神的话，我们搬九八 K 闹闹打大炮，哎，我直摇头。好，那我就搬大炮吧。哎，九八 K。啊，九八 K 不是大炮，九八 K 罗浩。他搬换神，咱九八 K。对他直摇头。完了，高子哥麻了，高子哥麻了。着了，这什么枪？不是吧？裁决，高主公，裁决，大炮嘛，没事，打炮吧，大炮裁决都行。伟伟用 M 四，罗浩用 QBZ。我操，我一个 M 四咋打得过对面200 M 四？但漠然的 M 四还打不过吗？伟少，我肯定不是打漠然啊。我打漠然，那我打练就吧，你们挑。那我选 B 哥。那我选 BB 兔呗。行。咱们一人杀一个，谁没杀自己那啥好吧？好。这么的，你们谁来 B 双狙谁来 B， 我们先抢把 B 的，啥道具都不能。你直接去 B 楼帮我们架控。最小道出来了，最小道出来。B 的直接连跳一把来。去啊去啊，去不去了？我去吧，中路我去吧，中了两雷。打到别丢啊？看到了。中了两三个雷。二把，幺窗口。并没补。两个被 ，nice。门还一个。两个。拉你了。别死行吗？高子哥。还一个。他看到包了，枪神位有一个。我他妹的以为是个白，我背着闪，你知道吧？你先听我说，高子哥去我包拿着走，西去蹲下道去西，别走。啊，我也是这个意思。蹲下道。不用，老韩。高子哥转一下，高子哥在这里转一下。B 还有一个是谁？不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小英是狙你这边。应该是漠然。
大哥可以走了。念旧肯定主动了。哎，他们局是 A 走。想中路，想中路就行。最好是走下的。看我能不能杀人吧，我先动了。如果是闹闹在这的话，我感觉闹闹喜欢在二桌附近，二桌跟三桌附近，二桌三桌。A 狗没见。A 狗没人，对三桌。冰箱出来了啊、哦。有点慢了，上桌应该。上桌，上桌，上桌，别露，忙了。漂亮。我们炮弹爆了，西西不行了，我要去炮弹。西西去小道里，西西去小道。老子走了，我去，老子去了。你上宝点，西西上宝点。哎，我操 ！A 狗到了，你快跑，你快跑，你快跑。A 狗到了。西西给他换一个就赢。宝点。就抓你去，换一个就赢，两百赢。打你了 ，A 哥。有个在打高子哥，他包一个，包点一个。谢谢。拆了，这下是真拆了，真拆了，念旧，真拆了，念旧。不对，哎，被没人拆，他。拆了，拆了，拆了。西西，你不能，西西，你不能去小道里。那你换一个。我操，那你让我去哪？你说让我去小道。我说让你并且去小道里，然后高子哥再包点，我的意思是。没事没事没事，这份怪罗哈指挥不清楚啊，好吧。雷 A 小要给他们 A 小谁手的念旧吧。B 点是 B 哥。秀B跟 DB 秀。我盾平了。清兵吗？我跟这把我跟。这里是我的地主，这里是我的。我意思清上去。二房，他在二房看看。没烟了。一房。这个烟有点。他这烟在二房丢出来的。近点可能有人啊，小心哦。跟我呗。来。我丢雷，我丢雷，来，我丢一房雷。我丢二房白给你。二房掉杆，白了，二房掉杆。近点，近点箱子，近点箱子。漂亮。掉。补了补了，近点。包点包点包点，一个念就丢一个。我去，绕。自己玩，微微高子哥自己玩了。好卡。杠币。四十两个一门，两个一门，九十路一个 A 门一个。少年打四十。去 A 股下了。我他妈是突破啊，兄弟！不对！我感觉必那啥，必须去把狙骚扰一下，把那个道具啥的骚扰一下。然后咱们打 A 合适，可以从巨楼钻。好，我骚，等会儿。雷躲下雷啊！那我去挖 B 吧。走。别雷人了，很深。B 连没有吧？哦，我没瞄到你。B 三没见 ，B 三我拿。清 B 嘛。B 一不知道了，西西，你们看一眼，你们帮我看一眼就行。没有，应该是。没有，还是没。一个十分钟回去。来一个，我一个不够。到了，喂，一发没见。我抓了。我操！底下柱子藏一个，上去了俩 ，B 俩。我紧张了。俩，还有一个，大马路上对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大树树。漂亮 ，nice， 俩 A 的。漂亮！高子哥，选他家捡你，或者这个到了，漂亮！哎，罗浩，我跟你说，你要不就不开那两枪，他必死。我就准备吸，我也不知道他下来了，我准备。没事，西西，牛逼，伟伟，加油，不动呀！我赢了，对，漂亮，没狙了，对面，压了。都控住，控吧，有主战术。B
第三枚顶。游走战术。游九。你没见顶啊？我跟你说，游走战术。看哪了，兄弟？我看。一言能来人哦。小大有，小白方有。哎，我瞄一瞄。烟快没了，小心被秒。没了，已经我在秒。嗯，屏幕有点晃哦，秒不死。我也在看。我想避后面动一下啊。动啊。他们很主动的。一连两门，炸一下啊。避后边搜的。一连就炸一下。确定。就说，小伟你控制住，石头给我来，石头我包丢。中路练就。掉了。他被我炸到了，我也炸到了。对，牛逼。石头就把包掉了，石头把包掉了。谁是蓝？钢币。蓝不上去。H1，H1，H1，要不。来，那我来。钢币我架。摸着吧。漂亮。A 一个 B 一个。超级没丢出去。你们 B 点，咱们这里面建啥？你们建，你们可正，你们可正，你们可。钢币我，哎，炮楼下我来看。小在里面。别急 ，B 包没见人。在恐怖里。B 没见人。B 没了。B 没了。B 没了。哎，他家。漂亮。这个没有啊。漂亮。他的伤口藏起来了，我操。他都不打我，幸好我们进步摸的。我进去快穿了。OK 小刀没烟，这把烟放的慢，可能是狙。B 没道具。来了，我来了。我的狙可能在小刀。了解。有烟。苗苗是不是念旧？如果不是念旧，应该就是狙。没道具啊，我来。莫然。莫然上来了。应该是莫然，咱去弄完小刀呗。来，万一顺闪可以给他干了。没有烟了，要不就是虚。万一顺闪可以给他干了，木然。没有烟了。不用顺闪吧？压行，人。走。别急，我跳。好，伟伟你跳。六小步吧，没事。没有了，不用跳了，伟。让 ES 一跳了，我清下去了啊！你帮我一下吧。我能帮你治。小道去去一柱了，不一桌了。小道我要退吗？一桌是哪？一桌是哪？就 A 狗下。A 狗下。别急别急别急，我闭上看一眼。不想贴了。闭点连清代表。闭是狙，闭是狙。闭点连清代表，快点。你去，我来看钢币没有缝。等下我。闭我的。闭点补了，念旧，闭点念旧，闭爆，一包念旧，确定。中路上呗，三个。中路上，直接打一门，中路上直接打一门。三桌，三桌，拍一下，拍一下，下一个 ，A 门，拍一下，哎，巨龙，韩俊哲 ，A 门拉了 ，A 门拉了，我被白了，这白，包点，后排，小道偷了。他 B 点就是狙手的，现在。对，狙。这么的吧，小刀直接来一把，小刀直接。他可能是那啥，我说。小刀直接来一把，行吗？小刀直接来一把。可。那他主要上面他不留人。对呀。这边拉了，这边拉了。小刀狙一点，我操！小刀死了，漂亮！我一点，滚你妹吧！打我枪头一个雷 ，B 的俩人 ，A 的狙没死。两兵我们，两兵。B 包秀 B， 长勋应该补过来了，要不就到我们家了，应该补到 A 包了。B 包一个秀狙，秀 B。刚才应该是补 B 了。A 门贴了，确定。A 门贴一个 ，QBZ，QBZ 长旭。B 包秀 B，QBZ 长旭。B 包两个 B。小刀还没醒。哎，这 B 仓呀，一柱。压了呗。我打28，一柱。三刀狙。我去咬他。
中局还在。你摸，告诉哥你摸。三桌。对。还在三桌。哎狗，又贴了吧？到了，三周期死了。小门，小门，小门，小门一个 ，A 狗没了，小门，小门缺 A 狗了，高子哥，还在小门，还在小门，高子哥。收到。啊，还有，还有，还有 ，Double Q 是 A 狗，小心 A 狗。等你视角。漂亮！漂亮！我说石头，石头，你是不是那把从小道回来时候露脚步跑的？我听到了，那一把吗？没有，我是背着跳过来的，背跳过来的。我发现了，你小一给动静，他就跑了，那谁就跑了 ，B 哥就跑了，我直接可以搞他一把，你们可以。三个雷中了，三个雷，中的很深，他还没见，等一下，对，冲下，这次冲下。低压了，低压了。来，我扔闪，我扔闪，小道冲他来。来，小道。B 掉一个 ，B 还有 ，B 还有 ，B 还有。丢了。白了，还有白了，还有个，还有个，啊！来个大头，我打他头了，操了，把我带死了，我出了个雷，就是我，难道可以去杀他？我拿走，对一防一个，哦，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个石头了没有？我下去了，就是，他扔了个雷，我操！啥意思？小到几个？两个吗？两个，两个，他后面补过来的，中路扔了雷就补过来的。哦。抢跑中路，抢跑中路，抢跑中路。你能抢？你抢完中路来 B 连呗，行不？好。我帮你看 B 上啥情况。两个来中路。B 上没压。可不开枪多好，可不开枪。没封烟。哎，进去。应该在右手，应该在右手。我要秒他了，我走一位了，秒他行吗？可。行。可跟你。石头跟。我给你看 B 补。到了，通话。到了，到了。左边，左边，左边。二房就是二房，二房，三房，三房。打三十，向上打三十。右手没用。跑了，跑了，跑了。防守，防守，防守。就必输了，应该。这么细吗？补了，补了，补了。微微，咱俩去小道，微微。高子哥，看一下唐金哥。死了，别慌，有死角，等一下。死角，死角。我不知道看没看到。没事，看不到你，绝对的。走了，没死角了，走。哥哥，你去 B 吧，你去 B 吧，别当野了，你去 B 排一下人。不 ，B 不好排，你信我，你跟我来小道。哎，小道这边应该都是个狙，小道口。那你杀他呗。嗯。你小。没进去，没进。他应该去三桌，不会漏了。哦，排一狗，然后我管三桌，好吧？我走一门去。好。快点，没。我排三桌。你排三桌吗？这没狗没见。对他们没小门，应该小门 A 狗。四川，小的四川死了。哎 ，A 狗绝 ，A 狗绝。澳洲，澳洲，澳洲。哎，就是打不了，打不了，不能喊，不能打这种车。你就从 B 掏出来了。跟你说，那个闹闹死在 A 的啊。就说七七，你去跳，你去跳开开关缝，我们直接拐一把，我们直接拐一把一门，好吧？刚才那一次啥？你看缝那个缝里有没有人？缝里没人，直接拐一把，摸 A 门拐，摸 A 门拐。抢到那个，高哥机枪，机枪，蹲起位机枪。高哥帮我们加钢地，高哥帮我们加钢地。没见了，没见了，没见了。OK OK， 来来，都来。进门，哎，八点狙，八点狙，漂亮，八点狙，八点狙，八点蹲起，炸到了，满雷，漂亮，拿包下包，别浪，小道的没死吧？小道没死，死了，死了，漂亮。我他妈走第一个很难受啊！安全包，谢谢，安全包。你们都没血，都没血，别浪。A狗，我看。我去小道，看 A 狗，我看 A 狗，我可以看 A 狗，我可以看。小道你也帮他支，小道你也帮他。A 狗我可以看。我藏着，你。OK， 你藏着。是马 M 四啊 ，QBZ 小子屁股有概率。再看我带一眼，带。他除非不打我去找你们。这场打他这回赢不了。没时间了，没时间了。啊，暂停了。暂停了。集中一下吧。
哦，左岸，左岸。漂亮，漂亮，四分够了，四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怎么走？我可以左，也可以辅 B。高子哥辅 B， 喂。我是 B 楼，你辅 B 吗？这么高，高子哥辅 B， 然后龙号小到五。好好好好好。行。我说他们欺负我了，他们欺负我了。可好？有点慢，能带。看一下左。钢皮是麻的开局。啊，那谁？玩吧，兄弟，我自己玩。你自己玩吗？你银子我或者不管我。哎，怕楼上人了，现在怕楼上人了。上了对，上了，小心过啊。OK， 那我回去小兵位了。小心过了啊，小心过了啊。小我放了。可放可放。我小兵位了。我挂野狗了，小门的小门继续啊。要不我看凤宝，我看凤宝鸡，你举小刀吧鸡。可。我看有没有摸的凤。没事，我两边带，好吧，我两边带。我重新清一下，一点狙来了，没动静，来了来了吗？没来没来，就一个就一个。中路我拉一下 ，OK。中路没有，小心两边啊、哦。小刀念旧，小刀下来了罗浩，小刀直下，小刀口就一个念旧，就一个。杀他来，杀他。门过了，门过了，好、啊，先打野了，门打了。小刀小刀，小门打了，小门进了，一个一个。到高点了。三桌 A 狗，三桌 A 狗，三桌 A 狗，差点死。不对劲，微微，你要去中路丢雷的话，我直接加凤吧，我连炮台上都开了，行不？小刀没封烟，谢谢小刀没封烟，我中路玩一把。你玩，小刀我看。我 Q 兵线不对劲。有一个研究两个爬壁了爬壁了我出壁了还有壁里还有两个到还有这狙后门狙就一个因为凤的还在加缝漂亮哈掉包一漂亮了帅啊帅啊我再来一把我再去吧好那我来抢到行小刀我去没事微微小刀我去小刀你们把烟放了等到原点狙，一没有，漂亮，狙死了。残疾哥有，残疾哥有，小心。残疾哥多残疾。我退了，我退了。快防中路了，我要。帮我看好 B， 别让他来。我的看，我的看，我的看中。狙死了。小刀要来，小刀打出闪清的，小刀清我了。小刀中路不看了。中路没人。漂亮，谢谢。小刀白放俩，白放俩，白放俩，带包，确定。白放就俩。要打吗？我有个大船，有个大船，上下，莫人大船，毕竟打不了。下来了，还有个莫人，小刀一个莫人，大船莫人，他们加一个。石头去吧，中路这个断了，石头，中路也来一个，中路也来一个，石头。小到了也会藏起来。摸了 ，A 门，哎，炮下，摸完打七十，炮下还在，跑干 B 了。炸弹已安放。A 下包七十，丢一个。A 区发现炸弹。哎，小门。摸你，小门摸你，看到你了。其实你别在小道里面玩，他们那啥的，他们看到我在中路，知道吧？是，我就想着他会来，结果打，哎，失误，吃了颗顺闪，妈的！你没抢。Fire in the hole！ 你救兵。小队远点一个 M4。一点 QB 吗？对，一个 QB 在，对。要烟吗？小队远点 M4。可封。炮楼没上。上了，看一眼。小队远点 M4 还是？我补币很快。唐金阁，屏蔽了已经。亚包。
有包四十三个，扫个长去。长镜阁一个，小道长白房里面的呀，扫个长去。小道俩，长镜阁一个，扫个长去。我回来了。过点不用看，石头再看。切。啊？小道不下面下来了，不知道到哪了。俩烟下来了，地震响，要白吗？我不要，不要，你帮我架的。好。连上五级技能。散了，差不多了。加了。加了没了，加了没了。闭小心。人都不能闭。来了，闭来了，闭了。干闭一个烟。好楼有，好楼有。都不行，四楼一个。闭打了，闭打了。还有闭，上来一个，来一个，上去。四楼一个。咱家狙七十进来了，七十。漂亮，漂亮。加油，加油，加油！牛逼，牛逼。等我玩一把，你想到风火焰，等我想到风火焰。这把西你还是去想到，这把我们赌两个抽到赌一把。这把你卖，老板你给我卖。好，我封地可以。那我闭点，我不去了。闭点没？怎么说？你藏吗？我藏，我藏。你没抢吧？没抢，没抢，没抢，没抢。你可以正常玩去。小心门石头，小心。我在看，我在看，我贴了。OK OK， 老子给我走了，老子。正常玩不行，吃他们素小子。就说他们正常防守啊，这就是。正常防守吗？他们地下是正常开局，我说他们。B 有了。B 有了。先闭着，石头封了。炮台上了，炮台上了。要什么，微微？哎，小门一个，看到我了，小门。我知道炮台楼梯是吧 ？B 看到我了。念旧，念旧，念旧。哎，请小道，看到我，哎，请小道。我赢他，我赢他。念旧，就他一个。应该是在控。七，你能架的吗？我摸到那个小箱子，我玩一把。高哥，小心，高哥。我在架，我在直架。就你不要。来来，我懂你意思。来了，不好摸啊。来，我支。B 局，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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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三个崩了，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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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三个 B， 带狙，四个 B， 四个 B。中了毛线狗。中了掉包。中了掉包。哎，好，能手能手石头，石头能手这个包。四个都上 B 了，不是？不用管我，不用管我。三个 B， 三个 B， 丢一个。小炮楼狙啊！他家来不了。他们家 B 点狙。我看，连接我能吃。行。他家来帮一下，中路给他勾两枪。石头吧，勾两枪。石头吧。死了，死了，死了，死了。锁住就行，锁住就行。B 连没了。小品。B 挂一个，挂一个，他家挂一个。丢去。加一个，只有一个。他家。打三十，打三，他们家打三十。给我一发了。来斜箱，来斜箱，来斜箱。中路，中路，中路，斜箱。他没时间，28秒。他应该走小道了。起中路，中路，中路。漂亮！有点浪，有点浪，有点浪，兄弟们。西西别自驾呀，西西。我中路再玩一把，我中路再玩一把。我站了。中路我再玩。我继续过呀。别让 B 过来干我，别让 B 过来干我。好好好，我在看我。好。中路来了，石头。还有一个，还给您救，还给您救，左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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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凉了，凉了，凉。哎，带包，带包，黄香带包，黄香。秒抓吧。黄香秀逼加念旧。炮台念旧。小刀一个。小刀直下，微微，小刀直下，能打他。小刀直下。我俩三死一血了，一血了，等到一血，那个中路过了，中路过了，中路过了，加 A 加 A， 哎门喽，哎门进去了一些，你们两个 A 门漂亮，两包，这个没见，莫然莫然，漂亮漂亮漂亮，微微漂亮，我继续去中路打到他，打到他们，小心避点提速啊 ，OK OK， 全两边就行。先把他中路杀了，可能直接会倒。想到远点去，去不了了。华强抢那个秀 B， 华强。我来 B 了，他来 B， 他来清 B， 他头队可以去柱子后面趴着，他来连接来蹭我头队。确定吗？确定。我打哪一边？你就你看左手边。我操！我一血。操！那来搞你啊！小的放不行，不行小的。左边我在看。可放微微，别烟就放，别急。
B 一口子，清 B 一了。要包，漂亮。黄香是包血，黄香包血。B 来了，要高。我在干，我包了，我包了，我包了。一有人。B 举手，别着急，别着急，别见了，还有多少？掉。掉包没？又是包，你又是包。漂亮。漂亮，头队。牛逼。包没了，包没了。BB 仓库，仓库。枪库就是没浪没浪，来追我了，漂亮了，漂亮漂亮漂亮，我这边炸了俩四十，我继续攻我玩他们了，好好好好，啊没位置没位置，去不了，不去不去，吃饱不去，我赞助你一个雷，谢谢，我封完烟我走了，他这边还要来逼，封完烟我走了，对，发币，没枪没电，最小道跟币，中路有吗？最小道跟币。我自己带，没事。OK， 小兵位嘛，伟伟。两边。我感觉要来龙 B。你自己小心点吧，高子哥，你在二方走就行。那我先来，高子哥，你有感觉我就来。刚推二，你走，我。要不你枪身位都行，高子哥，你枪身位都行。刚架，刚 B， 看刚 B， 高怪。他可能清完就直接倒，年轻代打那种，小刀清了，小刀清了，小刀有点压，清近点了，漂亮谢谢，还有俩小刀俩，修兵五十带包，小心一门，没下，跑了，直跑，在，跑了啊，干了，有烟味，行。干中路忙的，中路忙的。想中路和 B 啊，干 B 可能六缝子了。我把门拉一下。B 了。喂，中路两个白，够了。B 门，小门。小门。小门带包打 A 确定。二桌。漂亮，微，漂亮罗，干 B 破了下，破了下，20秒，二十秒。没时间了。A 门，他中路来了。A 门。残废，漂亮了哈！漂亮！牛逼！我操，拿命扔出一个白！牛逼！没事啊，牛逼啊，罗哈！我紧张的把红牛都倒到桌子上了，我操！拿命反白，才杀十个，我操，血亏！我要是罗浩的战绩的话，我操！我现在他妈的扭屁股了。会打局这个。的确是要扔白啊。不过我这个白扔的不是很好。要我们要办什么枪吗？我不知道。你不用办。啊，你不办，咱们啥都不办。对面 M 四好像有点嘎嘎起我。没事，是吧？好。没事，对面默然拿的 M 四，没事。AK 九四，那就还是 QBC 跟 M 四，还是这样子，咱还是这样子呗。对，换神了。对，还是一样，他们又换神了。来准备，已经拿换神了。你去他妈去厕所。不准备。不说话呀。白虎不能穿了、啊，兄弟，我也想拿白虎啊，他被欺负啊。他来了。打了，快。不听。带你带换神，谁帮我换神？没帮。
怎么说？我们俩闭吗？我们俩聚首闭吗？潜伏呀！不要哥，你们。你不得先潜伏吗？得先说好保卫。先打好潜伏，潜伏都拿了几分钱。好。要刷天了，卡了，我卡了，我卡了，我操，好好抖。这不好点，这个好少。不是，第一把打鹰眼的时候，我站在大梯往上走，走一步定一下，走一步定一下那种。跟我打弓箭手一模一样。好了，来，麻了。对方这个阵型挺屌的，我说实话挺屌的，挺鸡巴屌的。有位置。老子，我老进游现在自动会开枪了。鼠标问题，就跟对，就跟那比赛服一样，对，顿一下嘛。啊，对，顿一下，然后他开两枪，我点就没事。我先探 B 啊，兄弟们，我先探 B。他先探到 B， 他 B 区应该是长续跟。我鼠标问你吗？长续跟那个。不是，我也会这样子的。哦、小刀一个雷。游戏问题。他 B 区，就是说他 B 区应看一下是谁，先看一下是谁。没看到，没人漏，我低拐。我加近点了。可全 B， 刚 B 补的样，确定。OK， 我走了。我你吧，我去突吧，喂。我也去突，你们去。我告诉你啊，告诉哥去。对，去了，我去了。你自己到那边，自己往那边去。啊。给你瞄到名，你腰快散了，自己给的烟。谁能给个逼通闪啊？不给。要烟吗？你们亲逼。这一把狙不给吧？这一把狙。那我好。烟秃了。我给白了啊，来，白了，走。别。应该说了。中路打雷，就是中路直接打雷，中路直接打 A， 中路直接打 A， 高子哥把二楼支住 ，OK， 提前给你道具，马上回。给啥？没事，走吧，打 A。西西，我不看了，你们帮我。西西把连接支住，西西。嗯，我来。这个二楼。掉。二楼。死了。我一血啊。你聊维，你聊。下包了，下包了。好，可下直下。帮我看好连接。我在看罗浩，我在看。兄弟们，我来打一下，我浪一把，我去连接，我去打分了。去，我给你扔白了。去。有连接左手，罗浩。中上一个。啊。别扔白了，小坑不用看了。行。小坑不用看。中上一个。OK。高哥小心二楼。哎呀，花方口狙，确定。红方口。西西在家。QBZ。Double Q 也在。死了一个。哎，狙黄发狗狙，掉，漂亮，漂亮，好难啊！我盾平蹲下来是超，加油，强把 B 兄弟们，强把 B 跟我一下，跟一个就行，我跟，一个就行，后面的行，你要上台吗你？我不上，我直接秒，我也是，过来俩，左侧，哎，右手，就一个右手，一个，漂亮。进不了。我知道。炸小道去了，我。打到了 ，QBZ。别急，他们要动了。一追中下来了。必补两个。收到，我拿包。抓住小道。但现在聊，他可能回了，他知道我们了，也可能会干出来。我操，我出来了。你出来了。哎，一个50，哎，一个木兰。哎，区区有一个木兰可以打。飞。唯一没见，小孩大坑，看，大坑，看，大坑没见，追包点，包点小心，可下包，包点没错啊。上个二楼呗，我下包了，我看，对，我看远一点都行，别直叫，进小坑我能，你们有烟雾弹，你们还有烟雾弹的，我没了，包点 ，OK， 石头贴死，小蛋没有，研究50，两个，小坑。小康，老点，还有50。小康，漂亮，漂亮石头，漂亮石头。我再来二 B， 兄弟们，我再来二 B。我跟不了。然后我们趴小道呗。我踩台了，罗浩，我踩台了。小道是莫兰守的。行。不行，西西听我说，不行，走。嘿。下来了。俩，我排中路，你排中路吧。A 一贴了，
哎，一天了，一天了。等他牌吧，我飞，你杀人。好，我给你架着了，左边。行，我飞右手，看右手。你要围了卡。好好好。哎，一天了，小心。连接，连接，连接，连接里面。右手，右手。Nice。哎，有个吧。去到去了。去二楼。哎呀！听我说，听我说，我不能去了。他那个狙击的拱门第二层小，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他把开狙俩币中了提速呗，行不？打连接，打连接，打连接。好，我换枪，高子哥，你别换。打连接。谁呢？贴近点的第一枪。打连接。知道打连接啊？我知道。第三个看，第三Q皮连接 Q。他不 Q， 左手他不 Q。这雷太伤了，漂亮！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哦，毕姐打个闪，我打我打，毕的闪我打，我不要他那么快下了。连接。漂亮。哎，还有一个木兰。大坑大坑小心大坑。大坑木兰。白了，大坑白了。大坑死角。白了。白了。右手右手右手。掉。我没血。中路来得快啊，中路来得快，小心点。哎，一没听到脚步。连接一个，连接。中路一个，连接一个。连接死了，漂亮。小 A 一，小 A 一，我的看，哎呦我的看，哎呦我的，我没血，我探一下，我没血，我探一下 ，A 一口，确定 A 一，掉了掉，漂亮，死的漂亮，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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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打个90，我操，打我的太准了，我看看那死吧，没事没事，罗，不对，来，这把新币，我来，这把新币，这把装我新币，他们先把我雷走了，这个打死。哪个长江哥走吗？来，上去贴，来。他这个逼不出来的，不出来了，狙。不来了，我找他，别急。我俩杀他，杀木然。行，木然他不会主动的，放心。那我直接过去看能不能先杀他呗。你去吧，没事。中路给个顺，中路给个顺闪。OK OK。下的能闪。好，来准备。咱们飞吧，也行，真的。丢了吗？中路丢了吗？丢，高子哥丢。包点，包点，莫兰残废。连接一个，包点，中路箱子，我们加50。连接一个。小坑，小坑秀弟，小坑秀弟，小坑秀弟，小坑。中路走，小坑。别慌。小坑还在。追旋踢。漂亮。A一。A 一到，A 一确定 A 一，我一血，我也一血，打30 ，A 一，跑 A 二了，他连跳，哎，操了 ，A 二，去 B 了，他哎，拱门，书房口，高子哥，你干啥都行，高子哥，你别走了。可能到 A 一也可能。漂亮，高子哥。不好意思，有点浪了，不好意思。别，这我打过一下。下把不对了，不重要。我能浪我就不浪了。好，不浪了。这个位置，我觉得我可以狙他。狙啊，等到我趴住来，等到趴。咱们就趴住。打过。他就在那小跳。毙了。高子哥，中路别闪，中路。等一下，我们没到， okay. 高哥没到。哎，谁呀？大哥念旧。去不了，石头。也是那个雷。石头，你走一二吧，一秒狙吧，石头。别急，听我说，我到 A 一，是后点的啊，不知道我出来了好像。高德哥帮我架着连接。OK， 我来了。你们小道听我说，去给道具就行，不要冲，好吧？行。给道具。我给石头，我给你走。我看能不能偷一个，咱们慢慢组织。石头，你走。高点架的连接架的，二楼给白了，等中屁股啊！
别点了，雷电四百，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大哥，大哥，大大哥一个，小刀一个。没事没事，大哥没死，大哥没死。喂喂，马上死，这么准吗？包里哎，大哥来了。五十血，五十血都能把我打死。可打 B， 可打 B， 可打 B， 这会儿加速，喂喂，别露声，直接走。毕竟一个少年的心。我他妈四十无敌血都把我秒了，我操！他来追我，老子小心攻下来。他家具，大家可来，高子哥直接来，抽个烟。我也抢人去了，我也抢人去了。右手，看那局。他要是这么架的话，必俩必通了，紧加就他一个局。我操，胆子这么大！一波到了，到了。没招。伟伟，跟你说，他这把局他不会抢点的，他只会在原点架的。对。他不会打这个图，他就架的死点。对他架只会架点的。懂了。哎，我这把有位置。你干了吗？我直接干他了，我才完了，把他妈自己队友的习惯告诉他们了。跑了跑了跑了，就他一个 A 人多开局 ，A 人多开局。NP 是鸟。先我劝你跟他 battle 一下，这个局的三箱应该，你把他们自己好，先架过我们，我给你架过我们，不管你这三箱真的。在大小，在大小，两两一两，走，必须两人以上。直接中路还是打连接好啊？中路打连接行。走，我也去了。就说如果是打连接的话，小心那个拱门左手，然后去小坑方向。战衣，我走了。进步摸得到。三个，别！连接了，一点这个人回来了，一点回来了。三个中路拉喽。拉拢，他俩还有，两，赶紧抢币，一个区，哎，出来了，追，直追，追到，我们俩，我被炸死了，哦，这雷，啊，大箱上 ，A 区 A 区 A 区 A 又空了 ，A 又空了，吸，等屁股，等楼下的屁股，石头摸连接了，石头摸厨房了，石头摸不了了，不能摸了。没血啊！全图包，吸一下红包，注意 A 一跟二楼。对，西，你也得动起来，这全图包，全图包，你抢一个人就赢。注意 A 一跟二楼。大俩，没见。T 还有，大俩。漂亮！哇，漂亮，西西，漂亮！我操，这么厉害吗，西西？漂亮！你咋发出去了？别说我，哈哈哈哈哈！你是在搞笑吗？哈哈哈哈哈！蛮捏，我操！对，累。高哥，我说你，我笑的，你不行了。闭俩雷，开局俩人，秀逼，得下来，我确定。小刀下了。我架着。漂亮。哎，听那个脚步。他说闭眼睛。还有，还一个头盔。掉。别下来！我操！我没血了。哦，有小口一个长血 ，W 不行哦。连接一个 B 哥嘛 ，B 点一个嘛。B 现在应该就一个了，他还没下来。小强主动要拉，小刀主动要拉，我知道。喂。我烟了。他补的吧？自己补的吧？对，自己补的。我可以给你们拉，我可以给你们拉，跟我。来，吸断屁股，断了屁股。高子哥断。打三十，就一个包点，小刀的位置。我打包点白，直追包点白了。小刀还有小刀，漂亮，微微 ，double Q， 刚才小刀口的。能下，微微下。比通小心，微微，漂亮。漂亮，兄弟们。漂亮。我来。漂亮啊。我来跟你手臂，好。喂，你守哪？我可以守大坑。那你守小道呗。不对，我贴近点。你行。慢主席，没身位。嗯，我懂，不管他。我捏傻了。在小坑自保。
smoking bomb. Fire in the hole. Fire in the hole. 我帮你补烟啊。 我帮你补烟。好，你两分钟的时候讲。高哥能出来不？我出来了。念旧废卡，中了。等烟没了就炸一下，插那个。OK。我两分零三秒都是。我被白了。要清币了。应该清了。漂亮的哈。还有两五十，两五十。B 两五全没死，小刀一个，就俩直进，小刀一个，就俩直进，小刀一个，就快点到了，爆掉了，爆掉五十，小刀，啊，有米打五十，两五十，爆掉五十，爆掉前面，炸掉，漂亮，五十，大杀大杀，漂亮，漂亮，我操了，差点傻逼动作了，我是这个，唉，我丢闪出了。 好，有点傻逼动作了，我操！好，有点傻逼动作了，我操！好，有点傻逼动作了，我操！有点傻逼动作了，我操！谁空间救？我上马车，我上马车。飞空间救。我上马车。飞空间救。我上马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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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马
哎，看，哎，给下枪手。小道趴了三个，不知道，不敢打，小道找头。不动吗？大厨。小道，飞扣有。飞扣念旧还在，飞扣念旧，我来。连接，小坑。飞扣还在。打了 ，A 一上了好像。阿优米打头 ，A 打了，我们家有了。操你妹的！过一个。大坑一个 ，A 一个，二楼一个，虎口一个。虎口。A 一插去 ，A 一拉了，累了。我你们就好好守呗，正常守嘛。小道可以不用探都行，这样的飞都行。我们 B 人都拿信息。OK。那小道不看了我就让他过来了。对，这样过来打。你听我说，小队，我藏吧 ，A 一藏。你藏吧。被他大坑看 ，A 一打不了。确定。我不愿意走了，司机，不愿意走了。好。窗口我认了。我飞口没见到念旧啊，小心点。你别打小坑吧，不要告诉哥。飞口长去。小道打了，没打一个雷。告诉哥炸不了，别的小坑，小坑会炸。小道两。你要去书房就行，告诉哥去书房。啊。书房打一枪收一下。B 有动力吗？没有，飞狗就一个长须，现在长须也不见了。那小心中路跟二楼嘛。飞狗没人。A 狙死了，还有，没上。下包。漂亮。我去连接了，小队。好。A 一到了。飞狗。漂亮。小道。Nice。刀子哥爆 A 一死了，我错了。我说我看伟伟还在啦，我也懵了。刀子哥爆 A 一死了，没事，人家杀人了罗。对，我知道。B 狙啊，哎 ，B B 抢了罗 ，B 抢了。三个 B 三个，四个 B 四个，想进的感觉。想进。有感觉而已。要下五十。不，你听我说，念旧五十，闹闹五十啊。念旧五十，闹闹五十，就五十，三个五十。我闭眼自己换吧，你们那啥吧，我硬杀吧。可以。中路没见人。你长宁哥。长宁哥。还炸奖他们三个五十。念旧长续。A 一小人出来了，高子哥别站了，高子哥。
高子哥去找找杀人机。石头你 KA 一吧，石头你 KA 一，高子哥看小道带包的。小杨哥，两 A 一两 A 一两，来三个带包打 A 了，确定。到了，小道也飞了。加点距离，操！打不掉啊！我操！我打他三十三，那个还有两个五十，不一样！我操！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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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你要是慢的话，你去拉不是不会闪的，快的话。好，我先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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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丢闪，不用丢，不用丢。我卖了啊。下马烟红湿了，烟红湿了。一波。我来了。没来，小杨。连续上了一个，我操！小杨中路。打，别打了，打 A 了，打 A 了。小道一个。已经虚死了，包点大坑小坑五十五，大坑五十五，丢一个，大坑一个，对，六个，包点一个，大坑一个，大坑五十五，大坑，包点还在，练就打五十三，两五十，确定，大坑一个，对，可以打大坑白龙，他可以杀他，能打大坑白吗？没白了，练就漏了，吸，看不见。又可能到了，没屁股。哎！啊！二楼，咋了？二楼一个大坑，两五十。Nice， 还有个五十。我跳前面去了。哎，一血没掉，从空中掉下来，我打了这么多枪。没事没事，我这了我这了，绕我。机器你自己出去吧，机器自己出去。嗯，好，你先不用关闭。我中路防一下。高子哥，得看中路，高子哥。并没有。Smoking bomb。我补个架可以吧？我补，很快。谁也没动静，一个人没见。黑马也行。一个人没见啊，飞考。等一下，罗老师，我在看。他一二次了 ，C 罗。不可能吃，有 bug 了应该是。巨鹿下那个花炮下一个。谁是谁？没看到那个潘多拉。念旧应该是念旧潘多拉。飞考没见。拉一个吗？飞考没见啊。集合了，我先拉。不要我被白了。到了，各位。清了，现在是清了。满闪，吸，满闪。反了，都满。我被白了。必要进。都补。好了。必打了。到了。小道一个，吸，小道一个。必打了，我们家去一个，必通回一个，必通口一个，我们家过去一个，小心。过了个小道的，小心。进来了，台下一个，小道一个。哎，练就九十，练就小道九十，必通狙。小心拱门反怼，小心拱门反怼，林九。石头小心屁股，石头。我在看。我先拉。林九倒头。必通狙。必通狙掉，大箱。大箱。漂亮。90-70。干了。刚才莫兰是哪里死的？喂喂，中路防防，中路防防。这潘多拉背个包的死的。我小道想压一把，可以吗？小道想压一把。我跟你。好，伟伟跟我。我没封烟。我这个人故意封到吃的啊，封吃的。用我把封的。Smoking bomb。有吗？必点。没有。必有个狙掉了。漂亮。哪里啊？没了。退。退宝点，吸退宝点。好。退宝点，试一下看他敢不敢顶烟。不补烟吗？不补。没了。退宝点，走，5-3，稳住。去小道，小道。好。哎，连击三了。中路。漂亮。小道，长宁阁。确定。长宁阁。
打九十，我操！危险，危险！你妈打九十一个火箭，我操你妹的！全部人都跟鸡巴猫呢，喂喂！二十滴血，他妈！你打不了。小心二楼啊，高子哥看二楼就行。我看，我的小分，二楼。漂亮，漂亮，高子哥。漂亮。喂喂喂喂。好了，走队。就因为你抢我那个二十滴血，我少了个火箭。问题不大。那我不能补枪了，头队。没事，伟伟就应该补枪。我给你刷吧，我电子，我给你刷吧。分你一个，分你一个，分你一个。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先发三，分你十五个。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YF 也打完了，我操。YF 应该赢了吧？哎，罗浩，啊，改名必赢了，我感觉。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兄弟们，合作愉快。高子哥太有意思了，点错了，点错了，要改回来了，改回来了。对，改回来的时候说一声，别上麦了，我尴尬的，我还是五 G 呢。我操，其他人全改。感谢人人哥的火箭，感谢。高子哥还是有意思。我操，抽了最强的队。还行啊罗浩，嗯，还行还行，主要是认真的吧，对吧？都认真完了，对，都认真完了。你让我去 A 一死，我都去了。他手上有他的 A 一死了，他的意思一贴，然后他跑。哦，感谢。我感觉那把你要早贴的话，真的。我因为我想，你知道我为什么吗？我是从 A 连接拉个东路，然后再去长津哥看到一个人，我才回来包点的。感谢人人哥的两发火箭，感谢人人哥。我那种情况你贴连接也行，主要我是想贴 A 的话，他看小道，然后小道就飞了，你还能帮他打。屏幕上的话，他还能点那个啥，我自己锁 B， 我就没有残废，你知道吧？嗯，我学会了，我操，学会啥了？以后我也可以指挥了啊，微微。指挥的好嘛，对，行。主要是比分，主要是比分领先了，最后一分的九比分。哎，我就说他们颁奖的时候，如果有个什么最强大脑指挥的话，那肯定是你。对啊，小伟啊，你有病吧？我对你说话真有意思，跟你们学习的吗？然后请吃饭，还没吃过你的饭呢。出不去啊！哎，好久没吃过你的饭了。嗯，我儿子他们打完了吗？行，等可以堂食的时候我必喊。我儿子他们打完了吗？感谢人人哥，谢谢人人哥。看一下了。他们赢了是输了？哦，碾压！我操！新密码都是新密码。老密码，新密码。啊！两胜了，我跟罗浩一起，我操！两胜了。行。上把我也打了念旧，上把输了。我操！我打五个，我感觉、哦、上把有我高子哥，上把记得我高子哥，我操了！上把残局输了五个，怎么打吧？我操！我感觉我可以这一周可以七胜啊！打七胜的时候把手剁了，到第二周的时候我再接上，打到七场我就不玩了。哪个皮肤？这边三把局，我看打完了。哎，我们第一把也是三把局啊？对啊，我们第一把三把局啊。对啊，加个贺。加贺。西西。西西。杀了二十。二十五个，四星杀二十五个，除以三，十三分。断剑。难。断剑难。赢了七胜就不能玩了，他是看净胜分的，兄弟。看净胜分的。
那个什么，拿什么东西啊？拿的那个是荣耀之魄，荣耀之魄雷，那个皮肤，荣耀之魄，还行还行，今天还行，二连胜。潇潇的插拔有多好？看利多的狙吧。哎，你们觉得这个皮肤好看吗？我觉得蛮好看的。真的，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但是幻神啥时候出光效啊？幻神应该还没有光效吧？算了吧，找我儿子要一个，咋能要？他鸡巴最抠搜了。对不对？看潇潇吗？潇潇那打完了吗？罗掉了，我操，有人掉了。不鸡巴屌我！恒秒之巅毕竟是 AK 的皮肤啊，排位可以用，那打比赛基本上很少人拿 AK。雷神也好也好，但是现在打这种的话，别人有一种讲究，就是皮肤可能会影响手感。知道吧？后面之间，后面之间这个皮肤属于说耐看的，不是说很好看的，耐看，一眼看过去不是很好看，但是越用越不会腻的那种。你不要说很好看，你知道吧？哇操，一个一个的送啊。哇操。没有吹起来。不是，不，官方设计的，官方设计的。看绿豆吧。有两款呢。有两款，我选了这一款，这一款比较好看。想要白沙 S14 冠军皮肤，你开钻粉了可以去抽，兄弟，开钻粉有钥匙可以去抽，知道吧？开了钻粉就可以去抽了。下皮肤了，下皮肤了，用 AG 皮肤了。
刚才还用那个宠物的皮肤线吓了我。这个是李斯南。这个皮肤好看啊，等活动出来了我帮你抽一个吧，这人哥。没有 CDK， 没有 CDK， 那个钻粉的概率不低，因为那个钻粉最后四天了，最后四天了，再不抽就没有机会了。你知道白沙 S14 冠军的那个雷神皮肤是很难得的，你知道吧？很难得的。但你开撞粉记得在我直播间开哦，开在我直播间开。开了撞粉了之后，手机不是一个撞粉福利吗？下面往下拉不是有的盒子可以领吗？就是那个包月的还是那个撞粉。不要连续包月啊！啊不，先开一个218的，钥匙可以拿到25把钥匙吗？不是吗？25把钥匙，然后再连续包月，不是可以再加17把钥匙吗？那40几把钥匙难道还开不出来吗？我不相信，我操！看到了，顺你一个拿手枪抠死一个打头。钻粉福利有白沙皮肤，有白沙 S14 皮肤，你看一下，往下拉，有白沙皮肤，兄弟，有的，网页有的，手机好像是没有，网页是有的，懂了吧？石头在看哪儿？石头？拆一八，好像是。再看这个，我操！这个不知道是谁，他妈哪有啊？有幻神不？哦，我操，三把狙这边，哪有蔡一八呀？你跟我啊，跟踪我，团三好像，团三平三，对对对。密码是新的还是老的？新的，八比五，三把狙。密码错误啊！少个零试试。现在打柴局老猛了，还是错的。对的，我试一下吧。先开一个月再续费，对，先开一个月然后再续费就可以抽了。用网页抽好像是比较好的，是有那个 S14 冠军皮肤的。嗯，好像全是现实吧。这个他妈的不是橘子吗？橘子怎么拿这个狙呢？它不是机枪吗？我看这个是橘子上的号啊，这个欧林巨嘛。我看看这个是谁。哎，我看看这个是谁拿了个他妈的上了橘子的号的。感谢人人哥开通钻石粉丝，感谢。是裁决一枪俩的那个吗？哦，应该是46吧，是吧？不知道。46就是他。对，46。感谢人人哥续费的钻石粉丝，感谢人人哥，感谢。啊，46，拿裁决三把狙，我操！教练都上场了，能他妈不赢吗？9比5，教练都上场了。我头发掉色了，好啊，我都不想要这种发型，我他妈黑黑的头发老好看了。我操，细节换枪。18个19个。对啊。操，杀3个也赢了！我操，赢了！我操，这三局！哟，这是。
不住了，没了吧？应该没了吧？还是还有一个队啊？浩南那个队，我那个组都打完了，好像是打完了吧？问问 Y 斧直接跑到我们这个厅了吗？没了没了，打完了。潇潇他们打完了吗？嘉伟他们还是打的，嘉伟他们，潇潇那个组。我操，他们打第三图啊！啊！感谢贤鸡哥开通了钻石粉丝，谢谢贤鸡哥。我刚才他们不打完了吗？对啊，都退啦。对啊，打完潇潇退了的呀，对吧？啥也没得。啊，啥也没得吗？不是吧？哦，他们还有第三图，我操，这么慢吗？嗯，我们打得快。我们比分大吗？刚才？哦，还行，还行。也不是很大，就是打得有点快。10-7，10-6吧，好像是。我看一下，还记得看一下，啥也没叠吗？我操！感谢这个汤哥，谢谢汤哥，感谢汤哥，感谢看汤哥开动的钻石粉丝。还有马仔 OK 哥开动的钻石粉丝，谢谢老板。不用练枪，不用练枪，不用练枪，你知道吧？不需要练枪，对不对？感觉对的就行，你知道吧？感觉对的就行。你没看我第一把卫星老是突破老是死吗？然后第二把他妈老是突破老是就杀人，就是这个东西很难说的，你知道吧？很难说的。就有时候就是点子来了，手感觉来了就可以杀人了，你知道吧？今天两连胜，兄弟们，新的一周，兄弟们两连胜，没有看他们打啊，学习一下，因为看学习好了之后呢，看每个人的细节，那每个人的细节很死的，就像我手抑郁就喜欢在逼。一直在逼爆点，就一直到酒吧，没办法的，你知道吗？有些人就看那些细节，喜欢在哪个位置上，下次突破直接上去一个提前枪把他带走。斗地主学习一下。啊，兄弟们，你觉得我还有机会？这四天还有机会收到500多个钻粉吗？兄弟们，搞个千人钻粉好看一点。你觉得我还有机会吗？开了钻粉了，月色拉进群了，月色。我操，酒吧这样子守也行啊。你给点补助应该有。报销一半吗？哇操，这三箱也鸡巴恐怖啊！我看到没？这小顺是吧？看到了，刚才高子哥给我一把狙，掉相了。我上把不也？我卫星基地不也是吗？啊妹的，我蹲起，我看那个人准备开枪了，我死了。下午你不在，我看阿肯在直播，直接去别的主播开呢。你知道我每天晚上我都在的，为什么不给我开呢，大哥？
肯定要给我开啊。感谢这个 MAGICA 哥开通钻石粉丝，谢谢老板。再续费一个，就再领17把钥匙，简直说40多把钥匙，啥没有嘛，兄弟们。千人开都是开赚反钱的啊！那我说句实话，哎呀，我他妈也想反，但是我直播间没有1000个人啊，哎，就别搞这些东西了，兄弟们。有1000个人，但是能开有100个人开的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想要1000个人，我他妈的真的是忘记在做梦。千人太难了。报销一半我会亏的，兄弟，我才能拿到30%。你要我拿到手的钱给你们还可以，对吧，兄弟们？拿到钱的，拿到钱，拿到手的钱给你们还行。感谢马仔 OK 哥开动，送的飞机，感谢老板。没事没事，兄弟们，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兄弟们，靠兄弟们的支持。在喊别人刷的话就有点那个，对吧，有点那个强制性消费不好，兄弟们。恭喜石头胖嘟嘟升级了17期牌子，感谢兄弟。我操，我现在就在太仓啊。打枪脚啊，没有。MU4挺稀啊，这个 MU4。啊，情人节。啊，年轻人。真的是个年轻人吗？排位打法，李泽瑞。哦，有了。啊！我就怕这样，结果真这样了。啊？他为什么不连点呢？他手枪一发一发的打。对啊。我操！我看不懂。可以给个马甲，长飘飘，你告诉月色叫什么名字，他会给你红马的，我马上就回歪歪给你马甲。有很多个千人粉了，有很多个呢，超级多呢，兄弟。感谢马仔的小花同心卡，感谢。感谢 MAGICA 哥开通的续费的钻石粉丝，谢谢老板。想打对套怎么办？那没办法了，兄弟。那没办法了。16岁就别开撞粉了。未成年了。